塔。我是力量的化身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这个武器，我这把前排挺顶的，豹女、纳尔加四女，这武器应该不好摸到我。我这把直接世界装住了。全军出击！他带着点了。这把中路应该挺多眼，但我发育的应该会很舒服。不要漏刀吧，你走。他现在不会掉线了，那开游戏还是会卡。牛头来了，小心点。我操，为什么他的车是，为什么这个车是豹女的？他怎么不判定给我？我一中他就死了。哎，我没蓝了，我操！啊，我没蓝了，我好难受啊！会崩塌，但我将会。只是干的。难受。这武器好强啊，感觉。你妹的！提莫没闪，他出啥？出了个翠绿屏障，但是我不会出法穿帮的，我这把现在不可能出法穿帮的，我肯定要先世界装住的。
操！你！我要出法穿棒嘛，我还是想出啊，有个武器，出一个吧，出一个吧，我这把不出十绝专注了，大哥，我直接法穿棒大冒吧，我觉得，因为打野是个豹女，他们肯定会出魔抗，但我肯定会出点魔抗的，因为我们双 AP， 那我们双 AP 都很肥，我早点出法穿棒，收益高点感觉。哇，这就很离谱，说实话，我这个 Q 要是中了，这十个没了就。看好这个武器跟牛头啊，死哥跟提莫我不用怕，提莫是没闪，我被他死了，我说的。你在干嘛？我真的很想去 K 这个头，但我就这边，我其实不用死的，豹女肯定能杀他，但我很想去 K 这个头。我忍不了。伤疮在手，心不抖。你是真的皮呀，兄弟。哎呀，好好瞄准王继超。直接大龙，直接大龙。给老子死！是不是你了是吧？这武器都不知道回来了。
我这把大刀说的好不准，好菜呀、啊！说真的，哇 ，MVP 竟然不是我，我那几波大招别空就好了，别空 MVP 就是我的了。这一页没 MVP， 好难受。这一页三个，你看见没有？